嘉宾来，就是我们的谁呢？就是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谁？他带着矫健的步伐，他向我们走来，他迎向，他就 double T， yeah， 没错，就是 double T。呀 ，T T， 一看就跟我不是很熟，熟的都叫我涛涛啊。哎，没有，常常被公屏嘛，新的公屏啊，什么评论啊，全给屏蔽的我，对，就是我，大家好。OK， 没错，就是你。好，麦序交给你。好的，就交给我了。嗯。就是哎，我再问一下，你们前面灰白唱的时候刷什么人间不值得灰白值得，然后前面情歌唱又刷，你们是有粉头的吗？没有粉头的，不好意思，就是临时发挥的。是吗？没错，临时发挥的啊、哦，没错。就是我不知道，就是我没有粉啊，我不知道等会你们会刷什么啊。好，我唱一首大舅哥啊，大舅哥，唱，沪语版啊，三二一。上默娘是中火，清蒸牛也小鸡宽，文字无可写的雪，江湖相继不解藏。夜把忙有在小愁，谁会冬天尽风流，风云苍狗烈苦你，为此老早身不起，花枪风雪跳舞路，扫把孤岗大斧，扎西的银落鸟日，此生放过皆浪为当一两清江黑，映入腾雨胸中泪，大梦一让谁去摘，悲喜自让我孤为，大风斜藏冷阴霾，时光放过谁编的？太没新意了。夜把忙有在小愁，谁会冬天尽风流，不云苍狗烈苦你，为此早生不起，西子流伤别思维，冷下他手雨绿泪，回宫上映在胡涌，悟空家的落体宫，当一样清江黑，映入腾雨胸中泪，这样搞得我像花钱请的，你们知道吧？就不是很自然啊，就表演有点痕迹啊，略显生硬，好吧？不，一点不生硬，非常自然，我感觉真的是。啊，是吧？是吧？很自然，对，他很自然，我感觉。不是很那个啥啊、嗯？反正我不给钱，反正我不给钱。没错，没错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来，你准备好我的问题了吗？我听了，你问吧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来，你想爆、嗯、你有没有什么爆料的？给你一个机会爆料，来。我没有东西爆料。爆料？我真没有。你有？我真没有。你可以有。你可以有。真没有。你可以有。这比如说这个名字的由来，这可以爆料。这个名字很正经啊，就叫七七啊，他们叫我套套的。然后当时真的没有一些什么奇怪的想法吗？真没有，真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不有辆哦，有辆车叫七七吗？这个真没有吗？真没有，我不相信。真没有，你必须有，啊、你也你有。真没有，真没有。好，你没有是吧？好，我们下一个问题，在满汉这几年啊，遇到最搞笑的事情是什么？在满汉这几年碰上最搞笑的事情就是我，就是。对，最搞笑的事情，很多人认识我，通过那个什么，就是《全域天下十八批》认识我的，对吧？嗯，对，你不知道，对你不是我的粉，你不清楚，就很多人是通过《全域天下十八批》给我的啊。对，我就说我录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最后是这么个结果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么个结果。然后录完之后，华军丢了100块钱给我，辛苦了，然后感觉怪怪的、嗯、啊，然后后来就出现在十八批里面了啊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先斩后奏，好样的。对。好样的，先斩后奏。来，大家都说七年之痒，你对于七年之痒有没有什么挠一挠的办法？七年之痒挠一挠，那就像前面他们说的嘛，歌手就少来一点，七年来一次啊，七年来一次他们肯定来听，凉了你屁的啊，这个叫满贯疗法啊，就是你们不听是吧？不听我不来了啊，我七年来一次，你一定要来。饥饿营销，明白了啊？饥饿营销，对，明白了。和那个 Are You OK 一样，高手，啊、高手，高手，饥饿营销厉害厉害，我长见识了。漂亮，真的好，辛苦我们的套总。好的啊，辛苦主持啊，还有辛苦各位公屏啊。对，好，辛苦。我永远不相信他这个名字，他没有奇奇怪怪的想法，真的是。